白皮书指出，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，全面消除绝对贫困，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。中国减贫实践表明，贫穷不是命中注定，贫困并非不可战胜，只要有坚定意志和决心，并付诸实际行动，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、实现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断迈进。